北京时间7月31日 ATP 500美国华盛顿网球赛结束了男子单打资格赛决胜轮的全部争夺。资格赛头号种子商俊成世界排名第156位，以2-0、7-6、6-2的比分战胜了美国选手泰比松克维亚特科夫斯基世界排名第499位，顺利晋级男单正赛。这也是商俊成继上周亚特兰大250赛后连续第二周晋级巡回赛正赛。从资格赛突围后，商俊成将斩获10个 ATP 积分和7855美元奖金，其 ATP 总积分达到了430分，即时排名第146位。经过抽签，商俊成被分在下半区落位1/4区，首轮抽中了哥伦比亚选手埃米利奥戈麦斯世界排名第139位。交手记录方面，商俊成取得了双方两次交手的全部胜利。若顺利晋级，商俊成将再次与池外卡出战的美国选手谢尔顿相遇。在上周亚特兰大战首轮，商俊成直落两盘挑落对手。商俊成戈麦斯的首轮比赛被安排在5号球场首场进行，计划于北京时间8月1日凌晨零时开始。吴亦丙同样出战本站赛事，被分在下半区落位1/4区，首轮对阵日本选手绵冠洋介世界排名第102位。若晋级，将遭遇赛会3号种子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，这对于近期排名急剧下滑的吴亦丙来说又会是一场硬仗。吴亦丙的首轮比赛被安排在5号球场第二场进行，将于商俊成的比赛结束后开始。井号挑战30天在头条写日记，井号井号头条创作挑战赛，井号井号吴亦丙，井号井号网球商俊成，井号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